本期讲解一个快手万粉号速成，仅需3到7天，小白创业首选一套玩法，多种变现模式。啊，快手万粉账号的市场是非常抢手的，很多人都在收购，价格都很贵啊，都在700到800块钱之间一个号。我们这边也是高价回收。万粉号适合各大平台，不管是抖音、快手和小红书，只要你想去涨粉，这种方法都可以去操作，非常简单，2分钟就可以剪辑一小作品，无脑复制就可以。有的人一个月就能起10个号。只要你不傻都可以操作，做得好的话月入好几万啊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一个星期能涨到万粉。涨到万粉之后可以做磁力万合、光合计划、磁力巨星等等，各个渠道都可以打开，一个月下来赚个小几万没问题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上面实操、变现方式及注意事项都详细的讲解，这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一共是4节视频课程以及需要的工具、项目需要的资料啊，全部都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万粉号速成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